翻到嚟最后一节啦，咁咧嗱，关升啦，我都想即系邀请阿 Ray 讲下嗱，而家洗楼黄生意稳定啦，咁啊牌子都即系出咗嚟啦，已经，咁其实都即系一门唔错，可以自己即系独立营运嘅生意啦，咁。嗱，你自己阿 Ray 有冇其他生意嘅諗頭，即係嚟緊會發展，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實都而家我哋本身都 run 緊一個 business， 可能做翻以前嘅老本行啦。哦，做電信維修，留翻頭先。哦 ，OK， 做維修。可能啫，未知啊，或者可能將洗樓王更加發揚光大啦。因為其實都鋪咗可能即係廣東省、澳門嗰啲路啦。咁其實我本身都有個願望嘅，即係可能好似。順豐咁樣啦，哦 ，OK， 係，即係做到速遞邊間？我順豐，咁希望即係派傳單或者做廣告宣傳係邊間？哦，洗樓王，係線下啦，即係唔好話淨係派傳單啦，係，總之線下推廣有邊間？哦，洗樓王，即係希望有呢個印象俾每一個香港人咯，係咁去做咯。OK， 嗱呢個即係嚟緊諗住嘅發展啦。咁嗱，商業上就咁樣樣啦，咁。自己公益啦，即係都你自己喺咁嘅背景成長，咁我諗你而家你即係成功咗啦，咁你一定都想，一定都想即係幫一下啲即係後生啊，或者即係有需要嘅一班即係社會嘅人士咁樣樣。嗱，你自己即係嚟緊有啲咩即係公益上或者社會服務上嘅嘢，你已經做緊或者你諗住開始做啊？其實我哋嗰個形式咧，已經行咗一個叫 FBI 中小企創業聚會嘅。嗯 ，FBI 啊，中小企創業聚會。咁就每個月即係、就是、一兩個月搞一次啦。咁就會請啲商界嘅領袖嘉賓啦。咁分享翻佢自己本身嗰個創業心得啦。咁啊，嗰個環境大概可能200多人啦。咁可能會喺啲大型嘅餐廳啊，或者啲大學度。即係搞嘅，咁啊啲參加者多數都係創業人士啊嗰啲咁樣啦，或者啲係啲企業嘅老闆啦，咁啊主要即係俾個機會佢哋即係免費嘅，過嚟聚會，咁啊食啲嘢飲啲嘢，大家交流下，派下卡片啊，識下朋友啊嗰啲咁樣，咁已經做咗㗎啦，已經做咗，做咗半年㗎啦都，做咗半年啦已經，咁啊係點樣樣㗎？即係有冇啲咩？即係點揾啊？我哋啲聽眾可以點揾？其實喺嗰個 Facebook 打 FBI 中小企創業聚會咧， okay， 就見到噶啦。咁就入面都有曬我哋咁多次嘅活動啲相片啊、短片啊，或者啲資料喺度啊。有啲咩資格啊？入呢個會有冇啲咩資格嘅？其實冇話特別咩資格㗎。咁你係學生又得啦，或者你係一個翻緊工嘅人又得，或者想創業嘅人又得。總之你係想正能量啦。咁當然啦。目的係咩㗎？你呢個會個有冇啲咩目的㗎？因為嗰陣時我哋創業嗰陣時咧，係即係因為未有上網啦。咁我記得印象仲係要即係可能打電話啦。咁其實喺嗰個環境上網係即係好難㗎嘛嗰陣時。56K 啦。56K 啦。咁同埋嗰個資源係冇咁豐富嘅。咁同埋嗰個。在嗰個商界嗰個關於創業呢兩個字咧，係好薄弱嘅嗰陣時，唔同而家好豐富。呢個又話搞創業，嗰個又話嗰個幫手，嗰個又話咁樣。咁其實我係想做一個免費，幫到後生仔，佢有心想創業，或者佢創咗業，咁但係佢未知嗰個環境點樣去行。咁始終識人，係好緊要嘅，識多啲朋友。在他身上學啲優點和缺點，咁啊將自己的生意更加改變，去 update 自己是很重要的嘅。咁所以就整了一個所謂 party 出嚟，咁啊希望幫到大家咁樣。OK， 咁啊 party 就你自己出錢噶啦嘛，即、就、係、是、請大家公司出錢咯。咁然後就即係有一班可能200個嘅朋友就喺裏邊，即係有個聚會，咁然後就即係可能派下卡片啊，大家互相認識啊，係咁樣樣啊，呢一個，今日就希望佢哋即係有啲創業嘅資訊啊，或者有啲即係睇下有啲咩生意喺裏邊可以揾得到係嘛？呢個就係嗰個目的啦。咁各位即係如果聽眾有咁嘅需要啊，記得喺 Facebook 度可以啊 search 下 Ray 呢一個嘅工作啊嚇。咁咧嗱。除了這個我們鏡頭之後都談過的，你有一些希望幫一些單親的人士，是吧？這個可不可以都跟我們分享一下呢？因為現在我們研究緊整緊一個叫單親之友啦，單親之友，負責用商界的力量，看看可不可以籌集到一些資源，去幫助這些家庭有需要的人士，其實
在那個不論宣傳、啊、或者可能在物資上、啊、或者可能幫手流程、啊、其實這班人是很需要每一個、就是、市民是幫手的、嗯、單親之友你那個對象是單親 的父母啊還是那些細路呢父母小朋友或者家庭成員啊很多很多都其實是有需要幫手的是你想著幫什麼呢其實主要是個幫手都是可能物資上啦資源上啦或者如果我們到時有些可能更加專業的人士可能幫到手是知識上啦、嗯、或者可能在一個心靈上啦這樣慢慢去做下去其實想個香港個家庭和諧一點還有萬一遇到有些關於家庭的問題即是不要說自暴自棄走出去繼續跟人家分享找到個解決辦法、嗯、去行這樣去做是是是聽落阿威現在那個工作都很有意義這個整了出來沒有這個現在我們在計劃在計劃接下來之後會做的主要是一些物資的捐贈啊哇！咁阿威都做好多社會嘅服務喎。咁啊嗱，咁咧就今日咧，我哋同阿威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咁我都好多謝阿威上嚟抽空，即係抽空嚟做過我哋嘅一個節目。咁啊，希望喺度祝阿威你生意蒸蒸日上啦。咁啊，越揾越多啦，亦都可以即係多啲時間回饋呢個社會啦，幫助下我哋一啲嘅青年啊，或者單親嘅人士。咁啊，今日傾到呢一度，希望遲啲有機會再同阿威見面。多謝曬你阿威。好，多謝曬大家，我哋下一集再見。多謝曬，拜拜。